Prendre l'air, parler à quelqu'un, avoir l'air d'aller plutôt bien. Déjeuner, y penser au moins, tenir, tenir, tenir. Debout et demain, décoller de mon traversin. Faire une liste de trucs qui vont bien. M'y tenir, essayer au moins, tenir, tenir, tenir. Debout et demain, prendre un thé et puis prendre un bain. Me coiffer, essayer au moins. Balancer tous ces vieux machins. Tenir, tenir, tenir. Debout et demain. Hello, 姐妹们，这个妆呢，它结合了法式妆容的浪漫，没有说很夸张，日常化出来也很绝。法式妆容的两个特点：第一，颜色统一；第二，细节精致。所以底妆非常重要。冬天上妆之前呢，可以先用喷雾喷一下，进行一个保湿。遮瑕用到 NYX 的六色遮瑕，遮瑕六色真颜，红配绿，黄配紫，全配蓝，地主完全没有画不好的遮瑕。底妆用的是毛戈平的气垫，它这个气垫是在所有底妆里面相对来说遮瑕力比较高，比较持久。先拍在面中，然后往四周晕。底妆上完之后，再用红色这个提亮色遮一下泪沟。冬天的时候不用着急上完底妆就定妆，让粉底液它自己全抹一下，除非你用的是那种非常滋润的粉底液，那我就先画眉毛。眉毛它偏阴气一点，所以画的时候呢，沿着眉毛的底先往上一根一根往上画，到眉尾的位置换一个粉，画的稍微偏粗一点。为了增加眉毛它那种立体感，然后画的时候底线的这个位置深一点，然后眉毛上方的位置就不要让它形成一条线。画完眉毛之后，可以用这种染眉膏在眉头的地方竖着往上带一带，让眉头它那个毛流感起来。因为这次整体的妆是个奶杏色，所以眼影用的是 Esper 的 Light， 它就是有一点像杏仁干的颜色，用下面的这个灰咖色竖着扫在整个眼窝里，就进行一个大范围的晕染。因为我们等一下用到的颜色是属于饱和度偏低的，那单眼皮就容易肿，所以先用这个颜色进行一个大面积消肿。再取这个带细闪的蜜桃色作为今天的主色。在睫毛根部这样横向的先晕染，再往上带。可莱欧三号色里这是深棕色，压一下眼尾，就是在三角区这位，不要往前一点，因为单眼皮很肿。用这个蜜桃的亮片色，它没有什么颜色，但是你在转的时候会有点闪，把它提亮在眼球的中间。这次眼线呢要画一个小小的全包，先用眼线液笔画上眼线的眼尾。换一支黑色的眼线胶笔，在眼球瞳孔正下方的位置往后这一段画上一个半包的眼线，慢慢的往后延，最后呢要跟上眼线就是接在一起。这个时候不是看起来下眼线有点生硬吗？因为你把这种扁头的眼线刷蘸刚才涂在眼尾的深棕色，在下眼线的位置晕。接下来我们修容，用的是毛戈平的立体鼻影粉，它底下这个棕色特别适合亚洲人。最重的一笔落在之前跟你们讲过的这个三角区，然后先往眼头的位置带，然后往鼻梁的位置，鼻头的位置顺着鼻凹的位置把它往上画。反一面用这种哑光的提亮色，先画在深坑的位置，鼻头先不画，再蘸一点在眼下我们刚才提亮过的泪沟的位置，包括法令纹啊还有苹果肌所有凹陷的位置都先用哑光的高光粉提亮一遍。修容刷蘸取这个修容色，涂在全部包围。这次修容很淡。终于到画腮红了，腮红是我们今天整体妆容的重点，就选一个你们手头这种偏奶粉色的颜色，用一把小小的腮红刷，全在扫在跟鼻梁骨最高的位置，轻轻带过一点，在眼影盘里面这个橘色叠加在上面。这个杏色它其实很淡，所以呢可以再扫一点在发际线包括下巴的这个位置，最后呢用这个花腮红的颜色把眼影粉蘸一蘸，随便一点小蓝粉就可以了，整个脸上的颜色协调，找一个这样金粉色的高光来扇形的修容，半弧形的扫在你的眼尾跟你全部连接的这个点上，后面就可以了。唇间也扫一点，再用眼影刷在眼头的这个位置，半弧形的往上画一点点，
整体的妆差不多结束了，睫毛我是喜欢戴完隐形眼镜之后再画。那我们来先画一个口红。口红我选的是两个偏棕色丝绒质地的，一个是 Cookies M01， 是一个偏粉的豆沙色，把它搭在嘴唇上，它就是作为一个底色。再用 VNK 的这个02号色叠涂在嘴唇中间，先选 A 笔、两笔、三笔，然后妹妹，它的颜色就会融在一起。再依旧用这个腮红的颜色涂在下嘴唇边缘的位置，就是让唇线模糊一下。上嘴巴看就会很多。然后的散粉定妆，冬天妆其实不用定的很实，本来就很干，在容易出油的地方。直接选一个蓝灰色的眉，夹个睫毛，也是这样抬头看镜子，然后从根部往上刷，少刷一点，不然睫毛会很容易塌的。画完了，我们现在去搞一下粉色，换一件衣服。Why do birds suddenly